位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两个算是块根植物，这颗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，就是在网络上会看到的南非龟甲龙。那来的时候就是没有芽，那也是在五月份那边入手的，那我是用多肉土加上一点泥炭土，哦，这样子，它大概是3天到4天就是浇一次水，那都是少许少许，就是让它赶快发根，哦，那长势还不错。这个呢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就是山乌龟，对，山乌龟。那山乌龟的话，就是一样买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根的。然后一样是多肉土，然后加上一点泥炭土这样子。那我就是直接放上去，然后就浇水，大概是平均的话，大概是3天到4天也是浇一次，就是少量少量给水。好，然后它呢就长得很漂亮，你看，可爱吧？对，那它是一种话，就是会爬，算是会爬藤的啦。就是它会一直不断的往上生长。那今年的话就先放在这边，等到明年的时候再有可能会想要换盆，因为这种块根植物啊，基本上它的生长速度的确真的是蛮慢的。对，那这一盆呢刚好是有人预定的，所以我就是大概送给他，对，就是送算是送他啦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就做一个类似像这一种，好，那因为它是白色的盆子，那我想要搭配白色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用水泥盆呢，或是有一些盆子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铝线啊，好，铝线就折一折。那我呢是用这种电线，好，就是外面会套一层那个应该算是塑胶的吧，就包着。外皮，然后是白色，因为这种有很多颜色。那这个呢怎么做呢？其实大概给你们讲一下。好，这一个线，然后其实就是把它类似像这样子，我就是把它缩小变成一个迷你版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你只要把它固定起来，就一个点、两个点、三个点、四个点、五个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对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了，那我就没有做那么细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在旁边这边，各挖一个洞，就是两个洞的意思，对，然后我会直接把它穿进去，然后绑起来，类似像这样子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它就会爬藤在这上面一个圆圈圈这样子，对。因为这种块根的植物的话，像这种山乌龟，基本上的话就是冬天就会休眠了。它休眠的时候，等到叶子黄掉的时候，就把它剪掉。对，那就是它冬天的时候也就不用，就是也不需要给太多水。有时候网络上说是几乎不给水也没关系，因为它是块根的。等到明年的春天的时候，它就冒芽的时候。哦，或是说快春天到春天的时候再少量给水，这样子。这种山乌龟其实真的还蛮耐的，像如果是进口的话，其实他们都是很早就把它砍下来了。那长时间的运输的话，我相信应该2-3个月不浇水应该也不会怎么样。对，然后注意的话就是，如果浇太湿的时候，你摸这个它会比较软一点点。那我这个品系还不错，因为我挑的蛮久的，这个真的还蛮远的。然后直径的话大概是7公分左右，因为早上才刚量。然后我买的时候其实开始的话大概是我买这个应该是299吧，那现在应该不止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做咯。好，就取适当的距离，就是大概可能我想要在这样子个位置，所以我先做个记号，先把它折一下，好，把它折一下，这样子我比较好穿进去。好，那等一下
我会把它穿进去，然后这边也把它穿进去，然后再把它固定起来。好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可是这一颗呢，头有点大，然后盆子真的用比较小一点点。对，那就穿进去咯。好，这边有个洞，那就把它穿进去。这个地方有点窄，所以是凹，有一个弧度这样子，我比较好进去。真的说，这个主要是用手指把它 hold 住，因为它已经长根了，所以我不希望它能够影响它的根，所以就把它 hold 住它，然后穿进去，穿进去。有点不好穿了，因为这个盆子真的有点太小了，所以真的明年的话就真的要换了。对，要不然这个应该长势的话，应该我觉得应该就虽然它不快，可是我觉得换盆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对，所以我建议啊，就是先还没有种植的时候就先把这个先把它做好。对，好，调整一下，就是我们大概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它会这样子就会掉下来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它固定一下下。因为这是电线啊，所以它真的没有像铝线那么软那么好用，所以不建议你们一开始用电线，因为电线真的它会比较紧一点点。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是把它固定起来。按一下，那这边有点太长了，我就把它剪断好了，这样子比较好看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就会把它绕在这上面。那小心，因为它有点长，所以怕折断它，所以我们就真的一步一步来。尽量它的角度不要过太大，太大的话真的会折。要把它折断哦。
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它后面第二个椅啊，好，换个方向好了。它这个芽点也开始在长了，所以芽点的话，我可以再这样子绕，跟着它这样绕，对。好，完成。